枪太伤了，来枪。好在好给放用。啊，你切哪么了？买你也能切也没？真的我切细了呀，摸都要摸没不大。咱想按按的呀，那个。葱花想多了，留一慢啊，葱一慢。大哥，你煎火锅的？他要咱忙的，咱火锅去包鸡爱小去，等老婆咱去爱了，咱咱去爱。那班小妈要那么的当那滚味，小班小妈也不够。那么的天天等我，我这不就爱了？嘿嘿。那么，也不多，这里有四个，留一个。这边只有三个，六个，这里一共捡了六个。你说这里是不是有？没有没有。那里我知道，那里有个母鸡一直在那里下蛋。有三只母鸡在那里下蛋了，不少现在。三只。哇，这里有六个，留几个？留一个。有的大，有的小。三只母鸡在这里下蛋。这几个大个型。嗯。你看这个那么小，这么多个。这个大的我们不可以拿来孵小鸡呀、啊。可以。这有一个母鸡，这其中有一只母鸡很会孵小鸡。但这个好像裂开了，鸡蛋怎么有裂纹呢？哪有裂纹？它就是那样子，它营养不良。嗯嗯。我想拿来煮茶叶蛋。我把大的留下来了，换了几个小的过来。有些蛋壳是红的，有蛋壳是白的。然后有些蛋黄是黄的，有些蛋黄是红的。那叫蛋黄。之前有一位城里的朋友，他对于土鸡蛋他不是很懂得认，他就问我，他说是不是里面越红的，就是里面是红的就是土鸡蛋，里面是黄的就不是土鸡蛋，其实是一样的，红跟黄，如果是土鸡蛋的话，它红也是土鸡蛋，黄也是土鸡蛋。但分不出来，分不出来。嗯，吃的时候可以分出来。吃的时候呢，香的就是土鸡蛋，不香的就不是土鸡蛋。洗干净的鸡蛋，先把它煮熟。好小一个蛋啊！哇！啊，捞出来了，放到冷水里面来。把这个壳给敲破，放点香叶，然后桂皮、八角把它掰碎吧。那是卤蛋，不是茶叶蛋。没有啊，我要放茶叶的呀。两个干辣椒，这个是红茶。这还是好茶呢，嫩芽芽，冰糖，再放点盐，生抽，放水，把鸡蛋给倒进来，
可以啊，到给你了，给你留给妈妈了啊。你可以休息了，坐在这里，坐这里，我们来煮鸡蛋啊。啊，水已经开得很久了，水开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了。哎呦哎呦，放在这里焖半个小时，焖久点更入味了。拿这个炒腊肉，香干的。单炒，那就少炒点喽。炒菜了，今天不吃火锅了。茶叶，婆婆大人请吃茶叶蛋。要不要？蛋头，便宜一碗圆。不吃。来蛋头。我也想吃一个。慢点吃，慢点吃，慢点吃。能加？能加？能加呢？你加？还要吧？那你。大猪怎么来了？还要吧？来不来？咬着呢，我要尝这个豆腐，味道。蛋，谁来拿蛋蛋来？嗯，你尝尝。蛋。嗯。啊，没有。这边都过什么了？蛋炒了，蛋炒了，蛋炒了。想买呀，蛋蛋。你买啥？俺爹能冻都能冻，俺娘个，我冻不开。嗯。嗯、来片豆腐给你吃看，豆腐要看豆腐。嗯，软烂当当的。小手拿的，豆腐味，哦，不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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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好了。你可以带吗？啊，好吧，嗯，不烫了，哦，嗯，好厉害，好不好吃？大了，好不好吃？嗯，来来来来，老弟，哎呀，咱们放人家那么贵呀，俺屋里用来咱们，我们水，放水，放水，放水，哦。